近日有爆料称，2017年央视春晚主持人大换血，春晚主持人除了周涛、朱军、董卿、撒贝宁等央视老面孔之外，新闻联播女主播李子萌、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月亮姐姐、主持人任鲁豫、李佳明均在今年春晚总导演杨东升的重点考虑之列，他们四位很有可能将成为今年春晚主持人阵容的新鲜血液。为此，记者联系了春晚剧组，对方暂时未有做出回应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今年确实还会沿用去年的东南西北四大峰会场的创意，究竟会有怎样的阵容，还是一起期待一下吧。